好，谢谢各位同事，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声恭喜恁！这听无台湾话，听无台湾话，举手看麦，拢听有啦吼。我参差这个来讲啦吼。我今天要讲的是台湾的国际实在的国际地位是啥？吼，要互大家知影伫要讲解即个台湾的国际地位的时候，我有那顺续要甲各位从我们的法理上，怎样对头到尾，我做一个总整理，甲各位复习，互各位知影即个我们法理的来龙去脉，迄有一个系统伫咧吼。我给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咱大家以前受国民党的教育，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台湾到底是什么嘛吼，拢敢人讲哦，无就中华民国，无就咱咧讲台湾独立，是甚物啥，足侪即款代志啦吼。来，伫要开始的进程吼，我要用来，这是甚物？TCE 是甚物？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吼。台湾四宝，即个四宝最重要紧吼，即是人民啦吼，台湾的民政府吼，台湾民政府，台湾四宝 government 吼，就是台湾民政府，有即个民，看无即个民，差足侪哦。有即个民吼，表示台湾民政府上面还有一个机构，即个机构就是 USMG，USMG 是啥？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是在美国军事政府的下面。那无这个民哦，台湾政府就是你家己独立的政府哦。所以你若用台湾政府独立的政府，连美国都要拍你。恁听了有感觉奇怪无？美国讲台湾独立等于战争呢？迄就是说，我即摆先讲啦吼，讲，你台湾的我旧金山受我美国来占领的，你是安那要独立？你毋是要背叛我，所以是战争。等下我会将即个来龙去脉甲恁讲较足清楚，是安那开的，迄个原因是安那啦吼。来，伫即个以前，我要先讲即个咱开幕仪式吼，张翰开幕仪式，是恁若去参加各州的迄个州政府的迄个开幕仪式。拢头啊，拢会安那，唱几条歌？三条。第一条是什么？这是临时国歌哦，临时的国歌啊。用这条出来入去，这条 Exodus 哈，Exodus song 哈，这个做咱的临时国歌啊。这个临时国歌内底有哪较有意思嘞哈？你要看这个。我有，咱逐摆咧唱，拢迄个拢用英语吼，我甲翻译做台湾话，各位知影，讲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即个土地，我勇敢即个古老的土地，当摘时朝阳照在丘陵与平原上，我看到了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这是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国歌吼，所强调的一个，我等下找过来国歌给你看，这个重要紧，free，freely，自由，这个国歌一定要有自由。我今天先来要用这個，用这国歌来甲咱做比咧，就是讲，恁若有好朋友是会晓音乐的，咱今还阁无国歌，你们有朋友有会音乐的，请他们慢慢去写。最主要我等下讲，要写即个国歌，迄个国歌内底绝对要有自由。你看，甚物美国的国歌啦，迄个甚物纽西兰，逐位的国歌，拢有一个自由奔跑的地方。国歌拢爱强调即个啦，所以恁用即个自由，我等下阁甲各位讲，用即个自由免入去吼，请牵我的手，行即片土地，带领我行遍即个国外土地。我虽然只是平凡人，但只要你在我身边带领我，
我知道我将会变得坚强。哦啊，这个鬼来攻，这个土地变成家园，如果我们必须战斗 ，I will fight， 我将奋斗，将这块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甚至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哦，这是这个我们临时国歌来的 extra song， 来的，来第二条，第二条唱日本国歌，谁那开始唱日本国歌？啊，是安那？这个土地是啥个？爱国讲天皇，不是日本的哦。爱国注意讲，这是日本天皇的哦。这个土地是天皇的。我到最近这个，因遐美国个律师啦，啥物啊 Scott 因遐来，伊所讲的话，我今仔会阁甲咱阁做一摆整理哦，啊，互咱知影讲，这个到底咱的经营啥？啊，这日本的国歌，因为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等下我顺续阁将迄个是安那个是日本天皇的，迄历史甲咱讲个清楚啦吼。啊，这个日本国歌吼，是1914年做的啦吼。啊，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到迄个麦阿萨吼了，掌管这个国歌讲，你袂使唱这个国歌。啊，所以日本国歌到1945年开。到遮，1914年左右，这个国歌开始咧就唱啊，到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他不让他唱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99年8月13日，哦，也8月9号国会通过，讲啊，这个国歌无过来唱袂使，这个国歌才是咧歌颂日本天皇的哈。而且迄个皇帝有皇帝的国家，像英国的歌。伊嘛是讲哦，吾皇万岁啦，是不是？啊，即地有哪是咧讲哦？迄、那个这有哪是咧？这有哪咧歌颂第四代、千代，像是青苔生，这是什么咧歌颂天皇呢？他们日本国会认为说，这个要在尊天皇、尊那个皇帝了哈、哦。啊，所以恢复这条国歌了哈、哦。啊，这条国歌简单了，32字呢，32个字，可是。一个过就唱了啦，吼啦，这就迄个君が世は，君が世は，吼，这日本国歌32字，足对的啦，吼。啊，讲迄个，这就是32个字。可是这个不是全世界上最短的一个国歌啦，吼。全世界上最短的国歌是对一个国，你敢知影？啊？唔知吼？我有写伫遐，我有写伫遐。你看，这按英语安那读？乌干达，对，乌干达伊个国歌哦，25秒就了啊，比这个日本国歌更加短吼。啊，但是这个乌干达吼，这个国家吼，足奇怪，它有版权。我今天如果在这里把它的用出来啊，播上哦，大家听，我得去啊立钱，无我违反的什么？嘿，啊，所以。你等于吼，你甲你等于领导，你甲用乌干达诶国歌啊，等于放，这个歌足好听呢。这搭句啊就了啊。恁等于领导会当家己放，但是但难道去甲听这免钱啦吼？无违反著作权法。啊，若伫公开场合，咱这个录音，搁有啥吼？所以拢违反，所以恁等于吼，甲拍乌干达，UGANDA 乌干达。啊，上网啊，去甲听这个伊个 National Song 哦，国歌啊，放着，足好听哦。全世界上第一就是这个啊，有那真好听的一条国歌了哈，乌干达哈。啊，来日本国歌唱了爱唱啥？美国，是啊，那个都爱唱美国国歌。这是美国的了。因为2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日本放弃台湾，是没有把迄个主权是放弃主权权利，无放弃主权哦，管辖权放掉哈、哦、啊，所以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哦，旧金山和平23条下来，美国是 chief 主要 chief occupying power。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人的，哦，
旧金山号写到这名23条，恁记了？我要甲恁讲的旧金山号，我要甲恁讲的3条尔吼。这个23条，拢总有3条尔，剩的拢唔免管你啦。你记3条，2B、2B、4B 啊，含23。哦，记啊，写写2B、4B 啊，含23。啊，这个23就是写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啊。哦，所以咱这个台湾实在是啥？是美国占领的所在啦，吼、哦！啊是安那，伊卡委托蒋介石来代管啦，吼、哦！麦克阿瑟伊是委托蒋介石来代管的。吴金山要写迄个伊迄个进程的吼，伫二次大战了，迄个麦克阿瑟吼，伊就叫蒋介石来代管，吼、哦，嘿。啊、哦，这些研究我个翻了这啊，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这样一夜随着冒着一夜的炮火，显然在哈、哦、依然像在我的军队调拨，显然还有炮火。这个美国国家是在伊在对抗英国的时，在独立战争的时，那个时候下来啊，所以迄阵也搁在等咧抢嘛哈、哦、啊，所以暗时候啊在啊。那个英国军队虽然打我的碉堡，因为他炮火隆隆作响，可是过了天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哦、你看这星条旗还不是高高的飘扬在这现在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你看人家都要强调一个自由啦，哦哦，国歌哦，都强调自由、啊、所以。我从这个，台湾最近是，较早，台湾最近捌听无？基督教的耶稣，我看麦，基督教啊，这地吼，这地是差不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用这地，差不多政府要做国歌同款啦吼，要做国歌同款，但是这地，迄个足歹唱啦，我足歹唱啦，所以。我反正讲，我甲作者讲，这作者写词跟写迄无共款。作者是萧泰然，萧泰然捌听下无？哦，台湾是国际上足有名的一个音乐家哦，萧泰然，啊，搁一个萧泰然啦吼、哦，啊，迄、那个写只歌词的是郑尔玉，第二个牧师，唔知捌听下无？哦，这个宝贝，台湾的宝贝哈，啊，我甲电视的牧师讲，你做这个歌吼、哦，你写遐歌词吼，足、哦、歹唱啦，啊那歹唱嘞，迄在足好唱，较有法度啦吼、哦，我算唱歌我袂含慢，我都唱到滴滴答答，啊那讲滴滴答答嘞，来，太平洋西南海边。伊在做台湾吹钱，来，干那唱到这倒，我着足歹唱啊啦，安那，我搁唱啊明互你听哦、喔。太平洋西南海边，着平衡音等这呢啊。伊在做台湾吹钱，足歹唱呢，拢用个平衡音的。足歹拖，较唔容易啦。啊，哦，若要做国歌，就爱即款啦。啊，好啊，啊，啊边，足歹听。我有甲讲，你爱改。伊讲啊，无法度，即个做20几档啊咧。吼，做20几档啦。啊来，啊我有甲迄个作者讲的吼，迄、那个萧泰然。对啦，国歌就爱小可有即个气势，准你讲的对。来，我有甲即个作者，即个萧泰然吼。哦，萧泰然大师，伊是我走我三四岁，算，长荣中学，伊迄阵转来，啊来，我是做校友会的总会长，所以阮有做伙，啊，含阮太太做伙翕相，啊，你们看伊坐遮呢，伊是坐轮椅呢，2年前伊阵就坐轮椅啊呢，这轮椅翕无到吼，伊坐轮椅啦，我讲啊老兄啊，啊你看，为着吼。哦迄阵我拢已经来民政府啦，我讲看为阁做一条新的国歌，伊讲歹势，无法度。伊即摆伫美国
三两天就跑加护病房了，开刀做一摆，因为迄个癌吼，啊，三两天就跑急诊，啊，所以伊讲伊无法度搁做啊啦，吼，啊，所以无法度做，我就拜托恁啦，恁有朋友，吼，会向音乐的赶紧下来，啊，较侪啊，到时较来做评选，讲对对一个是要做咱台湾国的国歌，吼，嘿。来，台湾国歌是省诗哈，拄仔食有无？我一直在强调这個自由。来，台湾到尾会当变作一个国家未？会未？啊？台湾最终上届尾会当做一个邦联尔啦？什么？什么？说？邦联是啥呢？就是日本天皇的下骹，一个日本，啊一个台湾呢，邦联。那亲像英国政府有几个邦联，你知道无？50几个邦联用英国天女王做因的首领，吼、哦，54个哦。大英国协，啊，咱别日啊，就是日本国协，啊，日本国协内底一个日本，啊一个台湾，哦，欸有啦，有可能得罪就是啥呢？日本天皇手势也讲啊，放你倒走啊！啊，够可能？无可能啦吼！啊，所以不，有哪有可能讲哦，放你倒走啊，你就变台湾吼、哦？啊，但是嘛是台湾是个国家，都、就是邦联尔嘛。那就是加拿大是毋是国家？是啊，英国的邦联呐、啊。啊，英国政府管得到未？嘛管袂到哦。啊，纽西兰哦。澳洲，这拢是跟英国拢同款是邦联嘛，哦，嗯，来，英国吼、哦，你看，有54个主权国家，诶，这个邦联，哦，啊呐，这个英国这个有天皇的，拢咧吾王万岁万万岁啦吼，拢咧吾王万岁万万岁吼，诶，啊，加拿大。啊，纽西兰的国歌吼，那么是在这是啊，请主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我们西城愿祝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自由之境哦。欸、每一个国歌拢差不多在强调这個自由了哈。诶、哦，今日恁老朋友拜托恁在做啊，迄自由爱扛嘞啊，较唔忙上长啦吼，啊短短啊啊较强壮有力啊好唱。安尼较要紧啦吼，大家等于若有音乐好朋友，拜托恁哈。我每一摆高级班的，我拢有拜托因讲，那恁若好朋友啊，等于吼，来，这咱了啊，迄个做主席得爱宣读这个，或者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有两个主张，也有两个立场。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先来，大家坐回来。有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是来，这位来当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来，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来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不使用暴力和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来最后一个立场是对殖民政权，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哦，这是咱逐摆咧开会的时阵，啊，拢爱主席，恁把你那料收分了。你有一天会当主席哈，啊，当主席你就爱念咱的主张。我将这个写这个的目的吼，不要给各位看哈。迄、那个就是这个单位太侪了啦，进政府官员差不多有偌侪人？差不多。啊，咱到进得要到4000个啦，4000个要去用20万，啊，所以。来，即摆今日派你去中央银行，啊，派你3-4个去。你若
无你安尼足熟悉的人去吼，做伙去吼，保证唔免一礼拜你用冰皮来转来。诶、欸，真啊，做袂起。我讲这用一个足侪单位哦，拢爱派人哦。啊，一个大单位咱可会当派四五个尔。你啊看这，你啊看这，哦，无咱这拢迄个政务官呢，恁去是拢做政务官呢，无政务官啦，唔啦，监察委员，你都逐个机关你拢爱派啊。哦，来，你看，什么内阁官房啦吼，啊，什么本部啦。哦、来啊，无用一个较遐，哦，你想讲人事考前局啦，什么党委文科省这个教育部，哦，啊，这个什么，我用这个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讲吼，恁今日来受训吼，啊，到时拢要派你去党委吼，干、哦、那派你一个去，阮兵撇来转来啦，拜托恁，就是讲吼。你爱看你招你的迄个麻子的，还是恁的亲戚，还是甚物啥？过来受训，到时要派，做伙派出去，啊，你唔敢会当烧经，哦，啊，无你干来你一个尔，讲无啊，讲嘛去，吼，了咪个，所以直接要诚心拜托讲，你爱招你迄个麻子的亲戚、好朋友，赶紧来上课，啊，到时填志愿，看你做伙派去倒位，我会照迄个甲恁派。进秘书长啦，讲，吼、哦，伫要执政啦吼，我逐摆拢要奉伊，因为啥，我人也无够人排啊，真正拢要奉伊，啊，所以拜托各位啦吼，即、這个咱今日吼都上好，啊，安尼拄啊安尼差五十个左右，逐摆我来上课拢差一百两百呢，即摆拄啊因为大家拢咧无闲吼，无闲啊拢无去招，啊，所以较少啦吼，要紧，安尼大家较亲切吼，啊，差五十个尔。逐摆我上课拢超一定拢超过一百，啊，捌去两百几个呢，哎，吼，捌去，要排机关足济啦，你甲看，什么法制局啦，啊，什么倒位啦，什么各倒位，啊，佫唔然干那只呢，啊，佫迄个，我这资料是古早的啦吼，古早的什么政治局内底，哦，科学院啦，什么公共政策，中央银行，这两三十，中央银行派四个人去。有够哦！哇，足惨啦！真正足惨啦！啊，这其实拢政务官啦吼，啊，所以拜托嘞，恁若各位恁有熟识吼，赶紧叫伊来受训。啊，若无受训，袂当派哦。啊，搁咱即摆遮这是终身的公务人员哦，像这少年的吼上好哦，终身公务员你要做三四十当哦，终身的公务员，哎，免退休的啦，免退休的吼。啊，所以赶紧机会，四千个伫要满呢，有哪伫要无机会啊呢？啊，所以恁吼，较紧招人来，壮你的胆啊，互因有机会通跟你做伙来派出去各单位啦，吼、哦。哦，你看，哦，单位有够侪啦，什么人政委员会，什么管理委员会，什么足侪，二十万人的所在，咱四千个，一个爱做几个用，你知无？安尼二十万跟四千人差偌济，一个人爱做五十人用呢，哎吼、哦，所以你爱赶紧，最后的机会，请恁的朋友做伙赶紧来受训，跟你做伙来排吼、哦，啊，对，上好叫一个少年来，啊，因终身吼，我免退休的，五六十当嘛来做，哎。哦，迄干那家这批有会当做终身的啊，咱这是迄个革命的先行者，吼、哦，秘书长有甲我讲，这是革命的先行者。啊，你看，即卖啊，咱即卖有个改啦吼，我改这个，咱的组织编制有个改啦吼，用因应时代迄个改啦吼。哦。啊，迄、那个中央的参议员三十一个，众议员77个，现在足侪，还佫足侪，都爱需要人啦吼，人欠足嘿。来，这是军政时期，军政时期无选举，军政时期无选举。啊，若到宪政就是咧培养，啊，若到宪政较有选举，啊，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这个议员，你根本不要选，来遮受训了啊！你论怎样派伊去做国州的，迄个参议员啦，啥物事啦，吼、哦？
军政不要选举的，哎、欸，我们算了。啊，就到进步，到宪政开始咧训练啦，他开始讲哦，要哪算，要哪算。啊，来到宪政，就是真正咧算了。啊，所以头啊排去，就是这委员，这议员有哪用排哦？有哪用排哦？头啊，军政时期哈。哦，啊，这是即摆个新的总理府办公厅的迄个总理府办公厅的委员哈，哎、哦。欸哦，要排的单位有够侪，有够侪啦！啊，搁一周下骹搁有迄个几个郡啦、啊、吼，总共宜兰州啊有五个郡，啊拢有郡守，啊这郡守都爱考试及格。那阵明仔载，哎、欸，明仔载有要考试哦吼。哎、欸，恁今仔高级官上了，恁若有兴趣，明仔载有哪会使来考试恁？对，嘿，爱穿迄个，嘿。哦，因为，无啊，你读，欸，啊，都爱读较有够呢。迄理论若无吼，考加考的呢，欸，迄录取率足低啦，因为这足深的啦，足深的啦，嗯，爱无爱读个足深，有个人考五六摆也考袂过咧，无遐好考啦。哦，好来，即摆开始来进入咱今仔迄个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哦，这拢总有足多啦。这个我有整理起来，有五六个啦。我干那要选几个啊起来讲得，因为时间也无够遐济啦吼、哦。来，我先拣几个啊来讲得啦吼、哦。来，这第一个没，第一个，来第二个，台湾不是国家。这你听了会赢呗？啊，赢啊，足赢啊！啊，这谁讲的呢？美国的国务卿讲的，哦，美国的国务卿讲的，讲台湾不是国家。啊，你听了会赢吗？咱迄阵听着拢足赢啦。啊，是啊，那看不是国家，啊，确实都不是，人伊都有咧理由。迄、那个2004年10月，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是伫中东战争一举成名的迄个。一个军人啦吼，啊，伊中东战争赢了，人做美国的国务卿啦吼，啊，台湾不是国家，伊很讲啊，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伊安也甲你讲的，你中华民国也毋是呢，这拢伊讲的话啦吼。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人，美国要定台湾关系法有征求咱的同意无？无啊，因的台湾关系法用了因国迄个参议院众议院通过啊，就是啊，是该写写是安那伊个会干呢？啊，伊占领的所在嘛，啊个军事一个军事占领，伊免听你的，互你人民同意的啦，也免选举，也免半项的啦，吼，伊就是用来讲。哦，啊，无后阵人台湾关系法讲，唔免互咱台湾知影，干来美国国会的通过，就是台湾关系法啦。你著知影这奥妙的所在是啥？台湾就是因占领的所在，因唔敢干呢。哦，啊，因是啊，旧金山写较出名嘛，就是因占领的所在嘛。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的哈、哦，我讲谢谢 SFPT， 就是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和平条约诶，第23条下来了，哦，23条，我叫人讲23，哦，爱下个就是遮哦。来，现由台湾治理，当时美国咧讲即个中华民国，伊也无讲伊中华民国，也无讲伊啥，伊讲伊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伊托即个来代管的，哦，伊无讲托中华民国、哦。中华民国伫全世界已经死啊，无去啊，哦啊，所以用台湾治理当局哦，台湾 authority 来，哦，这台湾 authority 来代理的啦吼、哦。美国有管辖治理权，现由台湾治理当局就是台湾 authority 来代理中啦、啊，代理中吼、哦。authority 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伊美国有哪无讲你中华民国哦？中华民国伫世界都无去啊嘛，
哦，来，来，咱台北咧讲 Chinese 台北，Chinese 台北，你倒位诶人？彰化，是安那较无要讲 Chinese 彰化？啊，较无要用你彰化，啊，我台南人，我讲啊，是安那较无要用 Chinese 台南？啊！你即个所在，即个国家，无包括我在内呢。啊，无一定，无一定是首都的名字。哎，他流亡在什么城市 city，用迄个城市的名字。啊，所以用 Chinese，咱拢讲哦，中华台北，中华台北。事实上哦，毋是干那安尼啦，是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在台北啦。啊，中一段无去啦，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在台北，Chinese 台北，那全球二次大战时候，韩国那个政府跑到上海去，哦，不是一定首都了，走去上海，叫做 Korea 上海，哦，国际法的规定，你流亡去到对岸，用迄个城市的名字，啊，所以我迄阵就唔甘话讲啊，这个国家 Chinese 台北要治台北呢，啊，无包括我 Chinese 高雄还是 Chinese 台南、Chinese 台中，我拢无包括在内哦。啊！迄阵咧研究，咧研究也毋知影半项啦，哦，啊，即摆理论知影啦，啊，原来就是拢，这就是流亡政府，毋该哦，做 Chinese 台北，来英语哦，英语国较来 Chinese government in 来，这里叫做 exile，来，大家做伙来读一遍 exile，exile 流亡，啊，日本发音读做 exile。哦，有哪会使？日本发音无用，会甘美国合作 exile 哦。啊，若正式的英语是读作 exile，重音日头啊 exile。好来，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在台北啦。啊，所以 Chinese 台北就。是啊，那伊较要互你，你用这 Chinese 台北，开始讲去参加国际会议。啊，你本来就是 Chinese 台北啊，你就是流亡的啊，你毋是 Chinese 啊，啊嘛毋是台湾。哦，对对对，都要用 Chinese 台北。啊，咱拢毋知影，咱前教头毋知影讲，啊，都安尼用。搁一个，我顺续讲一个，蔡英文做行政院副院长，啊去 WTO 开会。啊，讲啊，你即个要用什么名加入？哦，啊，美国个讲，你着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就当互你加入。啊，转来，啊，迄、那个李登辉总统，甲问讲，啊，你想要用即个名？啊，伊讲我嘛毋知。啊，因着讲啦，用即个 Chinese 台北，啊，着会当参加啦，会当吼 Chinese 台北，就是用到尾是用什么加入？独立关税领域区。哦，啊，就会当加入。啊，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伫国际法的内底，就是被占领的地区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啦。啊，所以咱拢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咧加入。啊，咱古早敢知影？你敢知影？迄就是台湾是啥？哦，我即摆一直咧讲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就是被占领地区啦。啊，蔡英文嘛是讲，甲李登辉讲啊，伊就讲用迄个独立关税领域区就会当加入啊。就当互咱做去开会啊！哦，安大家了解无？卡那讲台湾这块地，伊就是中华民国，就是流亡啦，流亡政府在台北啦，吼，哎，中华台北意思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中一抓，没有错，中华台北，所以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吼、哦，啊你，所以即摆知影，恁咱普通人毋知影，讲咧讲中华台北，中华台北，事实上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在台北。吼、哦，啊你即摆大家清楚啦，吼、哦，嘿，即个讲的啦，即个伫当时讲的，迄、那个李光光市的 October 十月二五 ，in press conference， 就是迄、那个。那个记者会 ，in Beijing， 伫北京讲的哦、喔，哎、欸，伫北京这个包括讲，台湾不是国家，中华民国不是国家，这拢伊伫北京这个记者会讲的哦、喔，
伊亲身伫遐讲的哦。啊，这个第三，这个跳过去了，让过去好了。来，第四个，我要讲这个第四个哈。第四个，这个小姐哈，你们看小姐呢？这个是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现任的部长，伊毋是现任啦，六月已经退任啦。我等下再讲。啊，伊迄阵哦 ，S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 的 governor 就是。迄、那个，等一下，州长、州长，堪萨斯州的州长哦。当时呢，伊对2003做个2009是堪萨斯州的州长了、啊，哦，伊是州长。啊，退任了，迄、那个奥巴马甲派做卫生福利部，哦，卫生啊含服务部的部长啦，吼、哦。啊，是啊，我要提伊出来讲呢，即、這个伊吼、哦，你知影？WHO， 新美洲 WHO， 世界卫生组织。啊，新美洲 WHA， 恁较无人知影 WHA 是啥，无人知。我甲你解释，来，伊是伫 WHA 的所在吼。这个部长讲啥话呢？伊伫5月17号，美国卫生部长 Catherine 哈，在 WHA， 时间较无用 WHO， 我等下甲咱讲是安那。新美洲 WHA， 新美洲 WHO 上说，我们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的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恁家恁拢总794个卫生部长伫遐咧开会，伊讲恁家无人会当讲。台湾的代志，干那恁爸会当讲尔，不是干那恁祖嘛？迄查某，干那恁祖嘛会当讲尔啦？伊亲身来讲个，啊伊也唔讲个较清楚，就讲啊，你这台湾就是我迄个福建山号边条23号写的，是我美国占领的，而且若讲安出来唔足好个吼。但是啊，美国啊吼拢安尼啦，讲话拢讲一半，讲一半，伊也无讲个清楚。这福建山号写个足清是阮，恁拢无关系哦，伊敢唔讲个清楚？啊，甲讲一半安尼啦吼，伊若讲落哦，咱就，来，这个我阁介绍这个电视阁换呢，这个即卖20146月19，这个已经无做啊，换这个 Siri 啊，换这个来做卫生部长是安那呢？迄、那个奥巴马吼、哦，要实行迄个全民健保嘛吼。啊，一个感觉讲全民健保在美国实施袂好势，伊落台，伊无啊，佮换一个做，所以已经伫6月19已经伊落台啊啦，换佮这个小姐咧做啦。啊，美国有哪无啥啦，为着奥巴马吼，一些英明吼，会去伊的这个政策吼，因为国会也无佮支持嘛，吼、哦、啊，所以有哪为着安尼，有哪奥巴马民调一直在涨，伊要实施全民健保，啊，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支持政策都无法度实施这嘛，哦，啊，所以伊怎样的消息啊？我啷讲，啊，换人啦吼，拄我在咧讲咧，即个确实咧，伊伫6月19，6月19就换人啦吼，哦，各位怎样子，伊真无咧做啊吼。来，我拄我在一直咧讲 WHO。啊，含 WHA， 恁大家，或者是知识，实在甲各位讲者 ，WHO 就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O 就是机构 ，Organization， 而且 Organization，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咱逐摆听到，拢是听到 WHO 吼、哦。啊，来，什么叫做 WHA？ 这个 A 就是 Assembly， 就是会议啦。啊，每年的5月。第二个礼拜以后，5月第二礼拜以后，都爱开 assembly， 就是 W， 就是这194个国家的卫生部长拢来遐开会，迄、那个会叫做 WHA， 哦，迄、那个会叫做 WHA 啦，你知影？一单开一摆尔啦，开一礼拜。啊，所以 WHO 内底的国家的迄个卫生部长，一单去开迄个会。
迄、那个会就是要决定讲啊，今年有剩偌济，啊，什么人要做啥，啊，什么人要做啥，拢迄个会咧决的啊，啊，决的，啊，较一当较照安尼去做，一当较开一摆尔啦，吼、哦，这个叫做 WHA， 就是当咧开会的时阵啦，哦，啊，拢总有194个国家，啊，我不停好伫伫，迄阵我去五六摆啦，啊，就拢带团去日内瓦。哦、我去五六冬呢，啊啦，啊为着尽一份台湾人的责任，讲要加入 WHO 啦，啊，就趁这个 WHA 的时阵五月，啊，就去日内瓦去啊抗议啦。哦，我带团，啊阿扁啊讲，啊你带团吼无一个名，你讲新老兵院长安尼无够，我派一个行政院顾问好啊，哦啊，我带团，啊就带啊去到地美国遐来，啊欧洲遐来，逐位来，啊拢差不多，安尼拢总差不多。300个，逐趟哦，300个。啊，我较早也未去的时阵哦，诶，涂信哲因咧带伊拢牙白啊，安那 protect 就是抗议安尼啦吼。我去唔是啦，迄、那个逐去，迄、那个乌港的时阵早去，啊，唱歌的时阵早来，去唱歌，好，诶，啥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安尼就唱。然后记者来去，哦，阮就唱啊大细声安尼啥，啊，那记者哦。无啦，无啦，啊休困啦，爱唱一早起呢，迄无遐简单呢，哦，啊，就拖啊，六七档啦，我迄阵啊，恁戆戆啊去参加，迄个两档外钟来，我啊秘书长讲，啊，拢嘛厉害，你啊无要较早甲讲呢，台湾不是国家啦，啊，都拢袂当加入啦，啊，我去个假个啊，嘿啦。我讲啊，秘书长厉害啦！你无较早发表这个迄、那个，未嘿啊，所以那阵即卖还阁有咧组团去纽约要参加迄个联合国嘿、那個，看笑个个啊！你都唔是国家，你干呐要来加入联合国？吼、哦、啊！边啊嘛有送你个台湾的迄个，当都无要，你都唔是国家，都袂当加入啊！哦啊！我迄阵都戆戆也唔知影嘿，啊！就安一直吐，迄种了家己个钱呢，啊！就去。坐去日内瓦呢，我坐去六七档，啊，拄好有一档吼，有一档，我这是坐伫迄、那个，这是大会会场，啊，阮边有旁听席，哦，阮爱透早就去排队领迄个旁听证，差不多六十张尔嘛，哇，啊、中国啊派迄个留学生吼，我去甲阮抢啊，我所以透早五六四五点就去排队啦，甲领会着，无去阮排伊，阮就老实啦。就袂当，啊，落去排队领旁听证啊，啊，迄当领入去，迄当拄好台湾拄好派阮 SARS 的期间呐，吼、哦，迄阵咧 SARS 哦，啊，阮有来照相去啦，吼、哦，哦，啊，佮听到一个迄个中国的迄个卫生部长叫做高强，伊的名号做姓高，啊，一个名号做强高强，哦，伊就当遐咧，伊去演讲啊，哦，配当配色，配讲。哦、台湾是我们骨肉相连、哦啊、台湾是、他们的卫生环境，他们的卫生教育都是我们在教他们的、啊、他们台湾人的健康是我们在负责的。你听到有不会未啦？哎、欸，真正拢安尼讲哦。啊不，哎、欸，迄、那个我是今仔日无用落来，迄、那个录音我有用嘞，较早期的我拢有放互因听。哦，听了不会呢？你真正？啊、我有哪好、哦，有哪袂堪你迄个，我当徛起来，我徛伫迄边啊，甲用英语甲话，来啊，来啊，就是讲白菜话啦，讲白菜话，伊靠，咱的健康伊咧甲咱照顾，这敢有影？哦，啊就哦来啊，就甲话落啦，哇、哦，迄、啊那个警察就随来咧，你甲看，迄、那个联合国的警察，哦，迄、那个，迄、那个好偌偌粗壮了，你看，我比我较大汉，你看，我181呢。啊！伊个比我较大汉啦，吼、哦，所以我来啊，我再伊尊重我是医生，啊，我口罩挂咧，佫紧济咧，迄个别人拢拖出去啊啦，哎、欸，啊，好啊，人好啊，佫坐落来啦，哎、欸，你看，这是中华日报第一版，迄阵唔知影是我，迄、那个拢扣关掉私利啦，我像 WHA， 你看我，这 HA 恁别日了知影 ，HA 含 WHO 的意思就差得对吼。我阿弟老母扣关掉失败，讲四位旁听席上呛声，新楼院长红了，
我一生多一摆，多一摆，两个报纸的第一版报到我了吼。啊，就是阵去啊，呛声，听了都未卡一咧。啊，讲起了咱诶，咱台湾的健康伊咧照顾的，啊，因的SARS拢阮咧甲教的啦。啊，无食，咱伊看，咱的SARS拢伊传来的啦。哎，唔讲迄落，啊，讲迄落，讲咧教咱安那防煞，防煞，哎，真诶吼，啊，就迄摆吼啊。来，最后一个来讲，哦，拄仔就讲过来啦吼，卫生部长安那讲，啊，是不是讲恁无管理啦啥？啊，这个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迄、那个朱时伯伫。去年六月初九，诶，星期有一篇报道，是安怎搞这篇报道呢？迄阵习近平要去访问美国，要去奥巴马，啊，美国哦，知影讲，诶，即口来吼，绝对搁讲台湾的嘛，吼，诶，绝对的啦，绝对的。啊，所以伫美国吼，一寡解密二次大战诶资料吼，拢甲解密，啊，出来。甲解密出来，甲报，逐日咧报迄个台湾是啥，啊，咱遮个朱时伯，甲将迄个美国个，迄个美国个报纸，甲翻做，转来台湾，即、這个朱时伯甲翻做，诶、欸，哦，即、這个特派员，即、這个做曹一芬吼、哦，特派员，因为欧习会受到全球的注目，就是讲，迄甲解密出来足侪资料，拢写讲台湾含你中国扛起来，哦。关系啊，无关系啊，一直甲报甲到尾吼，伊去的，唔敢讲啊，因为人伊报纸就先滚啊，一礼拜前就先一直，逐日咧报讲台湾含迄无关系啦，含中国无关系啦，啥物啥，咩啦，啊，以上无咧下啦吼。啊来，唔是干那含你中国无关系，含中华民国安那，嘛无关系啦吼，因为啦，又不是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有啦，因咧报纸，这拢对因遐报纸，伊是美国个报纸啦吼。来，加一句话，最后我卖讲，台湾被料吼，即个我也讲，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安那被占领的领土。报纸写个足清楚，咱拢袂晓看啦。这旧年个尔呢，吼，主席伯下讲，台湾仍是被占领的都，所以我即摆用这个过来，你甲咱证实讲，台湾是啥物？台湾啊，国家，唔是吧？还是这个结论是伫遮，方向呢？互相占领？美国，根据第几条？就是那和平条约第几条？23条，美国占领的吼，这样按大家。即摆安尼，大家会知影啦吼。即国际法的内底写台湾的情形是啥，用这互国际做参考啦吼。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的领土。来，了解一个中国政策。伊走的，我要拜托伊来放这个即地，互咱看一下。这个 One China Policy。有在啊，有。迄、那个，来，拜托给我放这个，好五分钟就了。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在咱的网站有啦，在咱的网站有。啊，今天上课我想，哦，各位，我搁给各位解释较清楚嘞，反正你家己看无。来，伊下骹有中文嘞，伊虽然用英语讲的啦吼。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st,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th,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Number one,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ROC? Number two,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PRC?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ung versus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PRC is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1.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2.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 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3.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4.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5.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s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 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来，伊这个提供的单位哈，伊那提供的单位也是。伊嘛是 credit， 就是提供的单位。来来，我要互各位注意看。来，看遮。有一个，咱咧讲，有个人讲啊，恁的 USMG 是大家，咱民政府家己创造的，唔对，确实是一个单位，哦。USMG， 这都拢写在这美国的国防部用的文章啦吼，讲了解。来，我多只就是讲迄个 image credit， 就是提供资料这些人，有一个美国军事政府台湾哦。啊，这条我要讲，就是写在旧金山号的四 B， 就是写这个啦 ，USMG， 台湾就是USMG。来占领，哦 ，USMG 不是咱家己创造的啦。旧金山哦，内底我咧叫咱背三条尔，一个二 B， 等下我来讲二 B 是咧讲啥，啊，这个是四 B， 咧讲着 USMG， 哦，啊，二三条咧讲着啥？美国占领的，哦，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啊，这咱的网络，这拢对咱的网络下落来，哦。啊！我咧，互各位讲看讲，USMG 有啦，有这个啦，唔是，足侪人讲啊，恁咧家己讲个，啥物恁民政府顶面是 USMG， 啊，正确也有 USMG， 有 US， 来，搁一个观念，我各位清楚者，就是讲，那个，若要去小套，先生家己去啦吼，我无要下课啦吼，啊，恁点啊，家己去吼，迄个，咱。USMG， 咱民政府跟美国的关系是跟什么关系？是跟国务院的关系？咱跟国务院有关系无？无，就是跟国防部内底 USMG 嘞。
哦，所以咱这系统，咱大家要了解好清楚。咱的店名是 USMG 的店名是对国防部，吼、哦，安尼大家清楚啦，吼、哦。确实，咱的系统是安尼来，咱来了解咱的系统就清楚了，吼、哦。哦，只有一个中国，这是我本来个翻译过来了，吼、哦。我本来个翻译过来，啊，即卖大家看了。哦，赵薇啊，哦，也是美国是只要占领全国，还恭喜 PRC 哈、哦，就是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人民共和国中哦，中华诶、欸，中国人民诶、欸，台湾不是 PRC 就是中国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哈、哦、，People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是 Republic of China， 啊，伊即个中国加一个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啊，中华民国是 Republic of China， 伊个头前加一个 People， 哦。他在传单，后面传单的违禁嘛，中华民国中嘛加一个。啊。他在。美国政策认为台湾地位 undetermined， 因为决定了哈，啊，这要紧了，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了，哦，啊，会当做美国的一部分呗，未当做，哦，有人笑想讲，嘿，咱就来主张做美国的一州，人这国防部跟你讲，未当做美国的一州了哈，哎、哦，伊这是干呐，伊来代理占领的呀，唔是伊的土地啦，这是天皇陛下的啦，日本天皇的土地啦哈。哦好来，我结论讲，台湾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是土地 of the USA， 被占领的台湾是被美国占领，是美国的占领区了哈。来 ，people on Taiwan 是咧讲啥？什么意思 ？people on Taiwan 什么意思？来，你讲 ，people on Taiwan。对，马英九是不是？啊，马英九是吧？应该是。对啦，啊，但是伊嘛是往台湾呐，啊，多少家的人？所以 people on Taiwan 哦，就是表示所有住在台湾的人。马英九也是呢。那个台湾关系法哦，台湾关系法的对象是谁呢？台湾关系法，美国咱讲迄个台湾关系法，伊的对象是啥 ？People on Taiwan 呢？规地住伫遮的人，包括迄个马英九，因啥，因拢是，所以美国国内法是对所有住伫台湾人咧讲的。可是咱是啥 ？People of Taiwan，of Taiwan 就是啥？正港的台湾人，不一定讲出事啦。正港的台湾人啦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我正港的台湾人啦。哦，啊，差一厘尔吼，一个 on 啊，一个 off 哈。我但是那，哎，出事无算。咱这个东方的国家无用出事的。你若伫英国、伫美国，伫对出事的对一国的人。啊，所以大家啊，香港有哪解安尼呢？香港有哪学英国安尼呢？啊，所以足侪中国的人啊，走来香港生，要去遐出事，要做香港人。啊，香港人吼。他福利很好啊！你几岁以上，你的爸母都会当给你饲啊，香港政府就给饲啊。哦，伊咧是啊，美国也是安，英国也是安，啊，香港是学英国的，啊，所以大家走去美国咧生来就是美国人。哦，啊，咱这个东亚洲国家吼、哦，日本嘛是安，唔是你直接生就要做日本人 ？no， 嘿，伊无安尼啊，嘿，啊，所以我各位知影，这个是 people of Taiwan 跟 people on Taiwan 的差别啦，吼、哦，来。这上新的，这上新的重要的观念，要厘清了哈。我各位，安尼拄啊，才大家讲的，这上要紧的，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架构下，日本一 Article 2 B 的是第二条了哈。第二条一下下，放弃台湾领土权哦。第二条 B 下讲日本放弃台湾的领土权哦，管辖权尔啦。非台湾主权呢、啊？第二条
旧金山号的米，第二条米，这消防车，你若系甲抄起来，这是在上新的网络上，咱的网络上下来，哦，主要是啥？非台湾，伊放弃唔是台湾的主权呢，伊是放弃台湾的领土权，就是管辖权呐、啊。哦，大家这观念上要搞清楚。啊，无领导权，哎，无来，我这间公司，啊，你做袂起，啊，甲你签约五单，啊，互你来管理，啊，你来管理的，你敢是这间公司的？唔是啊，是我的啊，我日本的，啊，是互你。和你管辖，和你来管辖呢？我这做袂起，换你来管辖公司，你来用公司就知影吼、哦。所以无同款哦，这大家哦不，今日这个头壳甲啊分得清楚哦。伊是伊主管是我啊，日本讲啊，这我暂时我得迄个领土权，和你美国啦，和美国管啦。啊，迄个主权。还是在我的来啊！美国的政府基于征服日本的事实，有权执行对日本台湾领土之暂时占领的、啊、哦。而一 Article 23条 A 有权利取得日本所放弃台湾的领土权呢、啊？哦，美国有台湾的领土权哦，这大家那未清楚，这就是咱的理论拢唔知影。这咱的理论就是咧讲。他讲的是咧讲啥？啊，咱的理论我读到尽吼，要无零缺点呢，攻不破的。我们的林志雄博士说下来这无唔对，无迄个可惜之处啦。哦，哎、欸，来，这张虽然是短短啊吼，爱注意，就是非台湾的主权，台湾领土权呐吼。啊，美国就是有权，因为23条下来。取得日本所放弃的台湾的领土权，是放弃领土权呢，并没有放弃主权。这大家爱记哦，确实了解哦，哦，确实了解，这就要紧的。这，哎，这是这几页咱的网络上新的，昨昏打出来，下一家，所以我用来给各位做台湾国际地位。要能正常化的关键就在于美国何时、when、何时及如何终结中国殖民政府的代理，并设立台湾民政府。在美国，这就看美国 when 当时啊，啊 how 如何要搞好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啊，将台湾领土权转移本土台湾人，就是这台湾的领土权，因为这是美国领土权哦。哦，所有主权是日本，可是领土权是在美国哦。啊，这大家爱个个思想一摆，转移本土台湾人，转移予咱 people of Taiwan， 而非台湾关系法所称的 people on Taiwan。哦，是爱转予 people of Taiwan， 唔是转予 people on Taiwan。people on Taiwan 就转予拢种的，迄、那个中国人含台湾人啦，住伫遮的人，唔是是爱。将这个转给咱 people of Taiwan， 不是像迄个美国台湾关系法下来讲 people on Taiwan 哦，这搞清楚嘿，这就要紧哦。而非来，我说来第三点，这最后加咱这拢要搞清楚了哈、哦。是实施台湾的 autonomy 哦，就是自治，哎，不是。自觉哦，自 self determination 不是哦，要实施台湾的自治 autonomy， 而非自觉了。自觉是讲 self 自己 determination 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战争法观念啊。哎、哦欸，这两三条这是上新的，大家爱理解清楚。台湾不是要主权，咱是要主地哦，不是要主权哦哦。唔是要主权，讲我都在一直加，我爱强调，继续一直强调，是要主体 autonomy， 唔是要主权，唔是要 self determination， 唔是咱无迄个权利通家己决啦，啊，得看美国啦，当时要放互咱家己啦，所以拢爱看美国啦，哦，照世界讲法咯，咱即摆咧讲的吼，无感情因素啦，拢是完全照国际法。
照国际法一直咧讲嘅啦，吼，哎，好，来，以实施自治而非自决，这是非常重要的战争法观念，就是咱是要自治，而不是要自决，哦，咱无迄个权利通自决啦，因为土地也毋是咱嘅，啊，占领嘅所在美国，佫是美国嘅地咧啊，哦，来，好，这是这三张是安尼，重要紧再一张。张当下出来，迄个上新的消息了哈。台湾的土地是谁的？日本天皇的。你来上课，你较知影会当讲安尼啦。啊，那无我下骹条甲你问，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对无？是安那唔对？我出事就是遮，我住伫遮，一点唔对。我去胡伦社咧演讲，我台南的胡伦社，我拢操要去演讲，得要了啊。啊！若问这条，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对无？一百个话对，是安那唔对，哦。啊，因较会知影咧，因若无来读这个法律，唔知影啦。啊，这若咧选举搞吼，也可是，哦，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对无？对，大家爽啊爽啊爽吼爽啊，迄是咧选举语言啦，啊是感情因素啦。咱即卖即吼，拢照法理来，法理来，照国际法来，袂使感情用事哩。国际法写呢，就是照安尼行。哦，来，即个阿姆巴萨拉 hotel， 什么？这什么饭店？对对对，阿姆巴萨拉 hotel， 咱必须是坦白讲诶，国民饭店是住在国民饭店的人的，大家嘛讲唔对，是安那唔对。啊！你若讲住伫台湾的人，就有台湾的权；啊，是安住伫国宾无国宾的权，这都差伫这。哦，对啦，啊，敢袂使安尼呢？袂使哩啦吼！国宾饭店是在国宾饭店的，唔，啊，这大家知影唔对。啊，是安那这条大家话对。迄就是这呢，都爱注意这啦。迄、那个所有权状和经营权、经营管理权啦，所有权状。台湾的所有权证伫底，日本天皇哦，啊，台湾的管理权伫底，美国咧，啊来，啊这个国宾饭店的所有权状，伊当时长遐，啊经营权伫总经理的手啊，哦，啊佫有一个可能，伊讲啊经营了袂起啦，这个当时长吼，国宾当时讲，好，我无来让你做，拍计哦，五档给你做，啊你几年好啊？买晒啊你啊，所以虽然我是所有权，但是我会当拍客户别人去经营啊。哦，那时候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啊，伊伫国际上话讲，我暂时放弃，我放弃，啊，换美国来管理安尼啊。啊，美国佫叫蒋介石来代理。哦，这啊，安尼咱这听这理论会袂？哦，袂啦吼、哦。我一直咧解释这，就是要大家融会贯通台湾实在状况是到底是安那吼。哦对于法律，啊，含国际条约来了，不要用选举的，不要感情因素，啊是政治语言。哦，台湾什么什么台湾人诶，对无？哇，对啊，话较爽啦，迄是咧选举啊。咱来遮民政府咧读这是根据法律，根据国际条约，写啥就是啥，不要感情用事，照下来咧行。哦。台湾这个土地是谁的？应该是头啊是谁的？中国的嘛，晚清的对不？哦，啊，清朝的皇帝的啊，不，皇帝的，拢是皇帝的啦，这個、土地的所有权拢是皇帝的啦。啊，是安那才会变给日本？是甚物战争？甲午战争来。甲午战争是安怎发生的？为着什么发生的？是安怎才会将满清跟日本的抢起来？为着啥？韩国，为着韩国安怎？对，你讲了对啦，是为着韩国发生的啦。安怎呢？韩国吼讲哇，这满清这官员来，也要吞，也要打，也要朝贡，啊个也要吞，也要吃，也要啥，也要糟蹋的安尼啦。所以迄阵日本强起来，明治维新了强起来，讲。我不要让你中国管，我要来让日本管。韩国是讲安尼啦，啊，日本讲好，我来，
我来给我管，啊，当然清朝唔嘛，啊，为着安尼战争起来，甲午战争的发生的原因是韩国呢，哎哎，是韩国，啊，无解两个去相争嘞。教看嘛，啊！伊讲伊要来给我管，伊讲无爱让无爱让中国管啊。来，啊，到这个1895年4月17日订立条约嘛，吼，就是下关条约啦，吼。我足爱用下关条约，因为我搁一个观念，吼，各位，伫倒位订的叫做什么条约？这是对订的。在日本的下关哦，在九州那个下关哦，所以这条的名字叫做下关条约。啊，完全个讲说是马关呐，啊，人伊所在都唔是马关，就伊称作马关。啊，咱拢警告咱读册拢读是马关，实在是下关。所以我就爱用不要再讲马关条约，以后都讲下关条约。你什么所在定的，就是迄个名哦。好来，这个下关条约是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对。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皇帝对皇帝哦，你皇帝有这个满清皇帝有这个所有权，啊，我是日本皇帝，啊，你就要给我皇帝，啊，皇帝较叫政府去管，较叫总经理政府去管的呢，啊，你听有无？哦，所以所有权拢是伫皇帝的手顶，啊，迄、那个甲午战争了下关条约，哦，1895年的4月17日订这个下关条约。就是，你看，迄原文就写个，那些原文啊，大清帝国的皇帝，跟大日本帝国的皇帝，皇帝对皇帝咧定的啦，吼、哦，这是条约的本身吼，会记哩，条约唔是政府咧跟人定的，政府都无管，总经理无管，人跟人讲什么，什么财产要安那安那安那，只有董事长，只有皇帝有管理的啦，吼、哦，这是迄个下关条约的原文啦，吼、哦。来，哦，大清帝国啦，啊，来，第一条我搁给各位看一下。来，第一条吼、哦，迄个下关条约第一条是啥？来，放在第一条，中国任命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是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及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像现在拢废除，无要对中国废。第一条就写着讲，好，你条说唔免来国讲，唔免来朝贡啦，哎，啊，就，互你独立啦，啊，事实上也无独立啦，等互日本来管啦，啊，伊就欢喜甘愿的嘛，伊无爱互中国管啦，都爱朝贡，都爱像安尼啦，吼，哎，所以甲午战争，我咧话讲，为了现阵，为了朝鲜啦。啊，所以第一条就写朝鲜是真正独立的国家，中国承认啦。啊，第二条我写割让迄个台湾、澎湖啊，含辽东半岛，割让三个所在哦。第一条，中国人民朝鲜却为完全无缺是独立自主国。第二条，三个所在，辽东半岛啊是呢，啊台湾呢？啊，含澎湖啦，三个所在，啊，到尾咧，到尾有几个所在？啊，是那迄个辽东半岛较无？啊？是那个人会抗议？伊是清朝的领土，哦，土地有分作两种，一种，我迄句哦，迄是拢形容词，就是领土，啊，一种是殖民地。两种呀，土地有两种，一种是领土，一种是殖民地。啊，这领土里面那个神圣不可侵犯呐、啊，啊是什么固有，迄种形容词啊，哦，就是什么什么土地，反正领土就是领土啊。你要甲翻译做固有领土还是神圣不可侵犯呢？像这些形容词要个、领土就未使挂人啦。好、哦，来，这个观念，伫国际上的领土未使挂人。啊，所以虽然挂了东半岛，迄、那个黑就出来了，那个。哦，弄种窄条了哈。因为下关条约关于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是违反国际法，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
苏联联合法国、德国出来抗议，逼日本伫十月，哦，加个含大清帝国针对辽东半岛搁签返还，哎、欸、啊，你有迄个条约写好人，啊，你爱搁一个国际条约写行，啊，无就变作永远拢是，就是日本的啦，吼、哦，这来。来，土地有两种啊，复习一下，一个是殖民地，叫做 colony， 才可被割让。那领土就是 territory， 不可被割让哈、哦。啊，你别啊，反正这固有领土啦，实质不可分割啦，像那种形容词啦，就是领土的，领土就是袂使割让哈、哦。来，啊，台湾1895年，台湾是清朝的殖民地，才可被割让给日本天皇。哦，这样定有啦哈、哦。哦，那时候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而将波多黎各、库巴、关关、菲律宾等西班牙的殖民地割让给美国为殖民地，殖民地会使挂来挂去哩，领土袂使挂来挂去哩。这足足这国际法规定啊，足清楚啦吼。啊，古早迄阵的台湾是安尼尔啦，后壁无清朝也占无着啦，后壁无迄个高沙族拢占着嘞，啊，唔该。古早的台湾，因的台湾因占着的所在是干安啦。来，即卖日本吼，迄个日本来占台湾是1895，啊，就清朝皇帝写予日本皇帝，啊，所以1895开始，啊，伊吼伊了20冬，到1915，拄好二十冬嘛吼，1895到1915了20冬啊呐，征服规台湾嘛，你后山遐。遐根本都拢迄阵有啊，塞德克巴莱啦，什么啥，迄拢都是迄阵一直咧整吼，整个安那呢？1937年起，在台湾实施皇民化，内地延伸，一直实施到都爱皇民化。来，我直接阁讲一个先例，互咱听一下。北海道，头下日本无北海道呢？北海道有哪是去甲占领了？啊，开始伫北海道都甲实施皇民化，语言甲教甲教育，啊，互伊有参政权，吼、哦，甲宪法实施伫北海道，啊，所以北海道对日本的殖民地变为日本的领土，啊，听无？伊照国际法等于皇民化啦，啊，变作领土啦，啊，所以北海道本来嘛是迄个日本的迄个殖民地呢。伊去甲占领的呢，啊甲皇民化，啊变作日本的土地，啊所以你即摆想讲，欸，北海道嘛是当时安尼变作日本的土地，日本吼有伫国际会议拢用安尼，哎呀，将台湾要用作安尼，啊有安尼无？哦来，哦确实有无就是来看，4月7日。1945，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4月7日咯，会记得哦，大概是4月7日咯。哎、欸，啊，这个臭头啊，讲这是愚人节了。别日啦吼，咱甲讲10月25是愚人节啦。哎、欸，啊，4月7日开始，这愚人节是10月25啦。甲咱骗讲那是光复节，啊，无影无食，甲咱骗的啊，哦。哦，这就好记啊！所以，那日本宪法实施是台湾了，台湾变作啥？日本的啥？领土啦，对啦。啊，开始吼、哦，四月前去在台征兵，较早调兵来调来，我说啥？要不四月前已经调来，叫做军夫啦。伊也袂当做日本兵啦。四月前以后调的，他变作皇军。哎，所以搞这，古早不是日本的领土嘛，啊，所以就变成做军夫尔啦。啊，到4月7日了，变作日本的领土哦，调来变个变作皇军了哦。依法，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如同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领土一样。所以台湾是领土，会当方挂未？未当啦，照国际法就是台湾未当方挂啦。咱若读到这，咱就知影讲。安啦，绝对安啦。台湾是叫，哎啦，袂啦。伊美国嘛安讲，也毋是你中国个，也毋是你中华民国个，嘿，是
恁爸咧鉴定的所在呢？美国就正式安尼讲啊呢？美国国防部就正式安尼讲啦吼。哎、哦，安尼大家搞清楚了吼、哦。好来，我是简单，因为在咱这高级班小可爱知影这个北方四岛的代志。这个、北方四岛吼，也、哦、是去哦苏联甲占领的啊。迄、那个伫国际法内底无写着，即几个啊都是，和苏联的啊，苏联都强甲占领。啊，将遐人甲迁出，甲赶来赶，哎哎，啊，所以我来，即个就是讲，即、這个普兹茅斯条约吼，我要予各位讲知影一项代志，就是讲吼 ，Portsmouth 伊伫底签的，伊就这是日俄战争，以前苏联叫做罗西亚嘛，陆，啊，日本拢写日陆战争吼，日俄战争，吼，日俄战争了，迄阵吼。迄、那个苏联想讲，你臭死囡仔，你敢来跟我这个大国小战？好，伊就讲好，你的军队用，伊对迄个地中海遐钓鱼的迄个无极舰队，对遐个调来到亚洲遮啦吼，到太平洋遮调来遮要跟日本决战。日本等伊安塞等伊两三个月呢，啊塞到搞完啦。精疲力尽，日本舰就咔咔咔咔起来了，伊啊无敌舰队拢死了了，哎、欸，舰就死了了啊！因为歹讲啦，伊对迄个地中海呀，佫射过来，射对，吓啊射来到遮，精疲力尽啊无讲吓啦！啊，日本趁迄个机会，人甲抢落去，一个嘛死了了，舰都解决啦，嘿、欸，啊就是安尼死的，啊了，啊伊军队迄个军舰去日本甲拍抢夺了。伊就寻求讲啊，来，停阵，我投输啦。啊，想去甲调停的，美国的总统去甲调停。啊，所以去调停，去对调停，去 Portsmouth。Portsmouth 是美国的迄个 Boston， 波士顿的店名，迄个叫做纽汉舍，新泽西新汉舍纽汉舍，住伫迄个 Massachusetts 马州的店名，迄个所在，即个叫做。新布纽汉舍，新汉布西州啦，就是纽汉舍啦。来，各位讲，伫什么所在订的条约，就叫做迄个名，吼、哦，这惯例啦，吼，国际条约惯例。哎，你是什么订的？伊伫纽汉舍内底 Portsmouth 订的，啊，所以这个条约叫做 Portsmouth 条约，安尼大家清楚未？哦，伫什么所在订的条约，就是。定的啊，就是迄个条约的名叫做安尼啊，所以较翻译做 Portsmouth 啊，翻译较无啥啥，就是啥物普兹茅斯，就是 Portsmouth 啦，港嘴啦 ，Port 就是港口啊 ，Mouth 是嘴嘛 ，Portsmouth 诶，伫纽汉舍 Portsmouth 定的，伫罗振江，我刚才要甲各位即，互恁了解讲，伫对定的啊，就是迄、那个条约，就是叫做啥物，像讲南京条约伫南京定的，啊，啥物北京条约伫北京定的，哦啊。啊，下关条约，你下关定的啊，吼、哦，这是惯例啊。哦，迄、那个简单，我迄、那个北方四岛，我简单讲一个下头。迄、那个北方四岛伫遮啦，一、两、三、四，这四个岛啦。北方四岛去完全这是苏联刚占的，伫迄个。条约内底拢无写讲，这要予苏联呐。那阵台湾无讲要予中国共款呐，这拢无阿美国讲的。啊，即摆日本政府去阿讨，啊，伊想讲啊，这若照国际法，唔是苏联的啦。啊，伊讲啊，好啦，啊无一半行李啦，哦，讲要四块岛啊，要两块岛行李啦，一半行李啦。啊，日本当然唔啊，是安那唔，你甲看。第一个岛上阿里本的迄，或者慈湖岛吼，一百平方尺；第二个岛二啊五啦，伊讲啊，这两地形哩，啊，这个千五跟三千里的，我照常，哎，一半形哩，四个岛两地形哩啊，苏联有啦吼，哦，野心有来足大，啊，迄两地岛我阁用过转来看，一片平塞，啊，含一地形哩，啊，这两地大地有啦，照常我苏联的安尼啦。哦，这是哦，咱一个尝试，这个 Portsmouth 的雕，哈、哦，这个北方四岛，恁小可知影一个。
啊是，迄秘书长应该有甲咱讲啦，有讲讲过无？北方四岛要退，唔是即卖日本政府会当退，即卖日本政府唔是明治宪法的诶日本政府啦，哦，明治宪法，诶、欸，啊扣烂啦，诶、欸、诶、欸，哦，这你若小可知影，我用这个各位知影一下，北方四岛这个代志，好来，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吼、哦，你看下遐。看有倒一条对啦，日本自中国偷得的所有领土，偷的哦，那日本去偷的，满洲，满洲敢日本去偷的？不是啊，是阮前政府满洲政府啊，赋予因遐家己去成立的政府啊，迄不是伊偷的啦，哦，不是日本偷的，台湾甲骗哦，敢日本去偷的？啊？国际条约挂输人诶啊！国际条约写啊挂输人诶，啊伊写讲你偷得的应该还咯，啊倒位拢毋是偷诶啊，所以要安怎行对一地？甲你偷诶无半地啦，要行啥？哦，安听好无？哦，来开罗宣言，无一项对诶啦。当时诶琉球吼、哦，当时的琉球写讲中美共管咯、哦，大正咯中美共管。到尾咧，美国管呢，也无影中美共管啦，哦。无啦，迄联合国规定的，规定讲倒位倒，旧金山号内底都讲美国单独管理啊。来，我要互各位知影讲吼，一个两个条约啦吼，一个德黑兰会议的迄、那个，这毋是条约啦，这是。就是德黑兰，啊，一个是迄个开罗，开罗跟德黑兰的两个，迄个内容都一样，所有的内容都一样哦，啊是人无同款，因为开罗会议是三个人，对，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三个叫做开罗会议，是安那苏联无参加，伊讲啊，老去考底啊，我都无爱参加，我真正讲安尼啦。有小介绍的，蒋介石的，我无爱参加啦。哦，啊，因两个就无法度，讲哦，先参加。啊，因两个吼，这个开会是当时呢，这个开会是1943诶十一月二日开卡到二六，啊，这个宣言二七，哦，开四日，二三、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五日，开五日了，二七。宣布开罗宣言的内容，啊开始过日嘞，来，这个开罗是伫对开的，开罗宣言是，就是伫开罗啊，底下开会叫做开罗宣言呐、啊，哦，来，啊时间大概过日啦吼，你看在十一月二七哦，啊你看这個，唔对，十一月二七，德黑兰会议。十一月二八过日，开卡到十二月初，十一月二八，谁来开的？我查一下，一个啦。啊，伊就讲你若臭头也无来，我就要来参加啦。蒋介石也无来，我就参加。啊，所以因家伫德黑兰伊朗的首都叫做德黑兰，伫遐开的。啊，所以叫做德黑兰会议，吼，德黑兰内容拢同款啦，相差人。换一个尔啦，换一个斯大林，换蒋介石安尼尔啦，啊内容完全一样啦，啊伊就照遐签字安尼啦，啊所以吼、哦，恁若咧讲迄个开罗宣言是当时吼、哦，反对啊英国拢写十二月初一呢，英国反对会写十二月初一的原因伫遮啦，明明就是十一月二六啊，开罗宣言十一月二六啊，啊但是英国写的足侪拢写十二月初一。就是两个内容同款，这两个会议一个德黑兰，一个开罗，吼、哦，各位知影一下，十二月初，所以开罗宣言英国拢讲是十二月初的。好了，开罗宣言德黑兰，我这个要紧的这吼，1945年4月初，日本天皇下诏书 Imperial Rescript 哈、哦，这个、下诏书哈、哦，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固有领土。啊，迄个1944年6月6号叫做 D Day， 就是诺曼底克大登陆，吼、哦，4月初是登陆，啊，到当时德国就投降了，
到过冬的五月西北，无一冬就投降了啦吼。哎，到德国投降啦，啊，日本当时投降，日本当时投降，无啦，八月十五啦，八月十五啦，日本八月十五投降的啦吼。哎，德国五月就投降了嘞。好来，波茨坦宣言吼，你唔免记，你讲我咧讲，你冇听到波茨坦公告无？冇听到这个名无？波茨坦哦，诶，宣言是啥呢？就是对日劝降书，哦，你记得对日劝降书，什么内容是啥呢？啊，你到日本，我即卖德国也败了吼，我即卖军力足强了，啊，你日本紧投降，啊，你若投降了吼，我军队也互你安全转去，啊，对也唔甲你安呐，对也唔甲你安呐，吼，也无要甲你俘虏，也要甲你绑，大家要绑。波茨坦宣言咧写这啦，哦。到尾日本的导航是讲啥？我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啥？迄就是劝降书嘛，伊接受嘛。哦，安听无？波茨坦宣言是啊，歹运啦。波茨坦宣言内底第八条吼，第八条写讲要遵守开罗宣言啦。哦，你讲开罗宣言呐、啊？伊讲偷得的地方要还中华民国啊，台湾呐、啊，哦。诶，第八条写着讲要遵守开罗宣言，啊，这是宣言啊，这都不是国际条约啊。哦，来，所以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宣言就是咧对日劝降书了。你啊看伊内容都是啊，你日本人呐，我给你什么优惠啦？啊，你经济啊，要该破坏工厂啊，要该破坏什么啥，拢写迄啦。来，搁过来，知影日期吼，八月七日是伫希罗西嘛，第一粒原子炸弹嘛吼，啊，搁三日后，八月七九伫那个萨基，伫长崎第二粒，啊，美国也是干那这两粒尔啦，啊，日本就惊死啊，我这人搁一粒来，唔知要搁死偌济，哦，啊，所以紧投，先是美国两粒尔啦，美国干那这两粒尔，无啦啦，哦。我哪个来就温下咧？啊，苏联吼，含德国咧小战的时阵吼，啊，含日本讲，咱两国卖战争啊，迄个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呢，五当迄个条约五当有效，伊到三当外呢，伊就德国就输了了，伊挖过来，开始，伊后边无好故事有啦，哦，这苏联有那种足恶的啦。跟含日本小战，无啦，含中国小战啦，啊唔安那小战，伊去占满洲，啊满洲两日倒时啊，满洲本来足用的所在啊，你皇军拢伫遐咧占呢，啊是安那，佮一日就拍输，原来迄阵美国吼一直讲要来占台湾嘛，吼，啊所以日本吼将满洲的两处足用的日本军调转来台湾，嘿。1943开始将遐个调转来，哦，迄阵台湾日本军足济，啊，伊两处拢常用诶，是安那常用诶，拢日本诶迄落黑社会、黑道遐，大家拢足用诶啊，啊，要堵啦，要啥？哦，迄阵毋是靠近，要堵啦啥？迄拢足用，哦，所以迄东北诶迄个皇军足用诶，调来台湾，所以满迄个满洲吼放空城，毋敢叫。苏联咱一个礼拜人，那也无迄个吼，是安那讲？你若无读迄个即个历史，讲啊，是啊，日本在咧偌用咧，啊，较会互苏联一个就弄咧，是遐个军队拢调转来台湾啦，吼。哦，我想，伊阵要封闭国来要遐啊，我想我遮足侪我会跳过，来，即个吼，即个麦加萨吼有第一号命令吼。啊！咱这朋友爱小可知影一下，这个接受分配吼，这是麦卡萨经过杜鲁门总统同意的吼，是几个所在要向迄个中国投降的，中国啊、台湾啊，含包括三个所在要向蒋介石投降啦，哦啊，剩的个满洲啦，啊含北韩向苏联投降啦，哦啊，这三个所在啊，剩的有分。
哦啊，中国，啊，派单一来，啊，有去北越无？有咧，有去半当尔。啊，北越吼，在咧基因啦，家己都无通食啦，军队也无通食，啥啥，伊半当了，伊咧内战，中国咧内战，伊也赶紧将迄个将军，迄个将军叫做卢汉啦。卢汉吼，蒋介石派去越南，去迄个北越。20万军队去北越，并留守在这，到1946，20万派20万去的，啊，半当了就调转来，啊，去台湾的有调转来，哦，台湾偌好嘞，米啊多，糖啊多，大行好啊，伊较要走，哦，伊遐咧经营，所以走啊，伊就随走啦，吼，嘿，哦，啊来，遮简单来爱讲一个，就是讲，迄个10月25吼。迄是拢讲讲，迄是中山日，毋是光复节啊！拢讲讲啊，讲是战争的啊！迄、那个一纸公文吼，01297训令，写讲查台湾人民系我国国民，以受敌人设丧失国土崇光啊！是不是啊？日本台湾人用一张公文的将台湾日本台湾人变作中国人啦！啊，若照世界哦，这张啦，就用这张公文啦，用这张公文啦。用这个公文讲，恁家拢变作中国人，咱的爸爸妈妈迄阵、阿公啊，迄阵拢变作日本人了，拢变作中国人了。啊，那国籍变更了，叫国际法爱护和自动意愿合法，跟有咱有自动有迄拢无啊，哦，所以这三个原则伊拢无遵守，将咱日本台湾人变作中国人。啊，为着安尼吼，迄、那个抗议呢，迄个英国驻华大使馆有抗议啦吼，啊抗议的内容写，你看，不能置身下应后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其他正式外交手续，因此台湾虽已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了吼，啊这是英国两摆，啊美国嘛是一摆，讲。1946年9月，美国国务院致中华民国政府备忘录，表明与英国立场完全一致。国民政府答以为方便管理之暂时措施了。啊，暂时措施，暂时到69天了，到今天在讲嘛，要咧暂时了哈。这是以前甲美国迄个啦。古今山河哟，我拄只一直咧解讲，甲咱讲诶，哦，第二条咪，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岛一切权利名义要求，放弃主权权利就是放弃管辖权，相对的呢是负有主权义务了，哦，我咧叫恁记诶，二咪啦，哈，啊四咪，我用四咪有人管，四咪是啥啥？来加这条看一下，就是让别人讲27条全部都没有对日本天皇处分，拢无甲日本天皇处分着。啊，台湾这个土地是伊的，无甲处分，这个土地上的嘛是还佫伊的。哦，这咱理解嘛吼、哦，对台湾土地伊也无处，日本天皇的土地伊也无甲日本天皇处分的。我要用一条，这是二 B 啊，含的。我要用这个四 B 有够一块的，四 B 底下，四 B 哦，瞎讲。日本承认前12条3条中，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国民财产处分有效性，就是 USMG， 日本先人讲 USMG。在日本的作为，马卡萨去占兵，啊派蒋介石来占兵，所有拢是伊尊重 USMG 哦，有 USMG 无？有啊，明明写4条 B 就写个足清楚啦吼，四 B。好来，这是怎样？台湾正式国际地位，日本天皇所属，美国总统握有占领权哦 ，USMG 啦吼。哦，这结论法律这，我想大家拢读较足侪，我要用一条迄、那个，
这个我想唔免讲啦，迄个干那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创立迄个选举有奖金的啦吼，诶、欸，选干那全世界干台湾有尔啦，一票五十块、三十块的啦，迄蔡英文摕几亿，一亿八千几万呢，马英九摕两亿外呢，啊，迄钱拢呢，摕落底下烧，我讲咧营养午餐咧无钱，蔡英文也毋摕出来啦，爱就是安那解。要让选举投票率有超过 50% 的，你听我这意思无？要让选举啊，所以让你来参，较侪人出来选，啊，去鼓舞较侪人，啊，所以咱的选举拢六七十，超过五十，国侪就承认嘛啦。伊若咱若拢卖去个选举，所以拢卖去个选举吼，好，然后50%以下，国侪就无承认你这个选举。安、啊、你听好无？所以来讲哦，卖去个选举，卖插伊啦。国民党政府要哪样？伊为着要吼投票率提高超过50%，所以才用这个奖金啦，吼、哦。连政党也有钱人摕咧。所以迄个亲民党，伊有超过5%的门槛，所以吼，伊、哦、嘛适当伊嘛摕迄个几啊百千亿，亲民党。嘛，搁活起来了，逐当有摕钱个啊！来，这张互各位看，恁我大概搁一两张尔吼，搁一两。这张看，恁是看啥物意思？这写第十三任总统连任的时阵，马英九连任的时阵，伫因总统府内底，啊挂迄支啥物旗？啊？啊是啥物意思？来。嘿，什么意思啊？我无时间，我恁就我先讲啦。伊马英九偌厉害嘞，伊知影这个民政府会厉害，伊有哪想要做民政府？伊拉克当时有百几个民政府呢，美国建一个，伊也想要成立民政府，要让美国建着。啊，但是无啊，我甲恁保证，安心就是啥呢？想去告美国的，林志森带咱去告啊，带所有的同事去告啊。啊，所以民政府一定是林志升一个啦。啊，伊也想要做民政府呢，伊知影呢。哦，所以恭喜恁对了调度。真正呢，恁对了调度来遮就对啊。林志升一个就对啊啦。因为到时个民政府是咱一个啦，咱即个外口一定足侪民政府啊呢。哦，分散足侪啦，迄拢免惊。别日啦，就是林志升这个民政府啦。哦。对了，调度啦哈，恭喜恁啦，恁知影吼？这我唔免讲，我阁有一条迄、那个，咱这定义讲，1945年九月初二以后，原日本国籍的台湾人的户籍，就是正确的台湾人。啊，恁老爸、恁阿公是九月初二以前住伫台湾的，啊，有迄日本时代迄、那个、迄、那个户口、迄、那个。对了，你就是 people of Taiwan， 会记得吼？哎，讲到大声 ，people of Taiwan， 咱了吼。哦，啊，这个是王牌嘛吼，中华民国的王牌，这是南京啦吼，南京，迄个，伊甲写讲，对1912到1949的死啊。啊，国民大会这個，我唔是。好啦，最后我讲一下这個，是安那民进党。民进党这大家爱了解一下，民进党吼，我加两三分钟啦哈。民进党这吼，伊有一个1999年五月时候，你们进入第八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因国语安尼哦，后来台湾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啦，啊，中华民国四啊，咱唔得称作四个迄、那个，这民进党的国语文呢？所以民进党，伊讲选举会晓尔啦，啊，选举要安那提钱啊，所以卖去选了啦。我有人大家卖去选了啦吼。啊，所以蔡英文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的呢，跟咱台湾是扛起来呢，无关系呢。大家按理解啦吼。我用这個就是咧讲，这孙公出去啊，就记得见，无挂这个美国国旗出去干呐，人也唔无取消伊啦。啊！美国国旗挂咧，也不容易。菲律宾讲：“哦，老大的来了。”啊，这是美国的啊。哦，这几个是迄落当时的，安尼除掉。这个恁知影吼？
这个平潭岛这个代志，即卖马英九一直咧建设金门、马祖、跟平潭岛三个所在，因别日咱也要撤的。这三个所在是，对吧？金门、马祖是属中华民国的，台湾是属美国占领的。哦，会记分得清楚。来，搁一个讲个，搁个安心的，最后一项代志要甲各位讲，美日安保条约。你看有美日、美国跟日本有一个安保条约，这个安保条约的内容有包括台湾，无包括金门、马祖，所以。那香港来台湾，日本美日安保条约有保护着台湾，安心是得过来塞，你听有无？安心啦，台湾绝对吼、哦，美日安保条约有哪有顾着台湾啦？基本马祖无顾着，哦，今仔日因为时间我讲了较细，头仔遐讲了上侪，后壁遮足侪迄个应该讲的，我煞拢无讲着啦吼。迄个什么国外台湾的，迄啥啥无拢无讲着啦吼，马紧。那迄以后有机会，恁要过来在职训练啦，什么啥啥，我讲迄个，我最后一项无讲着，就是迄个美国迄个最高法院迄个 deny 迄个意思 deny， 唔是，迄是暂时搁置尔啦，哦，唔是 reject， 唔是退回啦，嘿，这，但我想我无时间通讲到这吼。不过今天暂时先告到这哦，来，谢谢大家啊，谢谢。